在江苏徐州，两位曾参加过长津湖战役的抗美援朝老战士也走进电影院观看长津湖。抗美援朝是我20岁，我今年应该说是91了。1950年我参加长津湖战役时18岁，现在90岁。一个个鲜活的荧幕人物又让他们仿佛看到了昔日的战友。天天在埋伏地埋伏，等敌人过来了不打了，最后指挥员去看仍不足迹，一看人都冻僵了。这样的有几个连队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应该是很真实的。因为这个营上去的都是656个人，打了4天4夜，最后我们带着伤是4个人下了阵。